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的实验室，我是歪叔。最近气温比较低，一下子冻死了好多只蟑螂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死蟑螂身上有很多细菌，不能随便丢弃，所以我准备给它们消消毒。猜猜看，这是什么水？注意看这个镊子，有气泡生成。什么？你说是雪碧？要不尝一下？这是硫酸。看这把镊子，表面已经被氧化了。我们来看看蟑螂泡进硫酸后会有什么变化。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，蟑螂的皮可真厚。现在是第二天早上，我们来看看这些蟑螂，好像有变化了，硫酸和蟑螂都变黑了。我们夹起一只蟑螂来看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都烂掉了。这边这只好像还算完整。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一碰就烂掉了。搅拌一下，哎，好奇怪，怎么多了这么多白色的东西？仔细看一下，有点像猪油，应该就是从蟑螂身上吸出的油脂了。这出油率好像还挺高的，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商机。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，你开着汽车进加油站，108号蟑螂油加满？又或者在超市里众多食用油边上多了一瓶蟑螂油？各位股东们，赶快来投资吧。